在熊本车站旁取完车之后，我们就准备前往宫崎县的高千穗峡。高千穗是我在九州行里最期待的景点之一，距离熊本市区有80公里，开车大概抓2小时以内的时间。最初在规划高千穗的行程时有点头痛，因为它的位置实在有点偏僻，网上也有提供一日游的行程，但我们实在很讨厌一直赶路又只能走马看花，于是最后就选择了自驾一天，下午还可以去阿苏火山附近逛逛。从熊本的市区出发，一路上沿途风景逐渐转变为被树林环抱的山林景色。这一台就是陪伴了我们一整天的超省油马自达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车程后，我们先抵达了高千穗神社。神社的四周都被高耸的树木环绕，有种误入宫崎骏电影里的魔幻森林场景的错觉。据说高千穗神社已有1900年的历史，是高千穗18乡88社的总社，供奉的是天照大神的孙子穷穷楚尊，以及神武天皇的皇兄三毛入野命。神社内的御守选择相当丰富，有非常多可爱的款式可以任君挑选。我们现在看到的神社本殿是1778年在建的，是九州颇具代表性的本殿建筑，在2004年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家重要文化财。本殿对面有棵超巨大致富山，是著名武将田山重忠所种下，树林已有800多年，非常壮观。而这一对是夫妻山，两树是由同一个树根生长出来的，彼此紧紧相依。据说和爱人在此手牵手顺时针绕树3圈，夫妻就能相处和睦，子孙兴旺。绕到本殿的右侧，在墙面上可以看到三毛入野命降服荒神鬼霸的雕像。之后，三毛入野命便被奉为农业之神与消灾解厄之神。神社内也有贩售祈愿会马，写好祈愿之后，再把会马绑到夫妻山树下就可以喽。准备离开神社，前往真名井瀑布。但因为瀑布附近完全没有停车位，所以我们就先把车子停在神社这边，走路过去大概需要15到20分钟的时间。在这边换票，下面划船，一艘船的价格是4100日币，时间是30分钟，往下走就是码头了。建议大家要划船的话，一定要先上网预定，不然现场排会等很久。预定完成再过去换票拿号码牌就可以咯。趁着等待时间刚好绑上救生衣。虽然在码头的等待人数不少，但替换速度很快，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轮到我们了。行吗？一开始还抓不到划船的节奏，整个手忙脚乱。那边啊，那边啊，你要去？回到正确航道之后，我们就全速往真名井瀑布的方向前进。
超亮哎，超美的。高山碎峡是由阿苏山的火山活动形成的峡谷。哎，你要撞墙壁啊，小心。在10万年前，火山喷发时产生了火山碎屑，沿着五赖川流下，冷却后就形成具有柱状节理的火成岩，有点像我们澎湖的柱状玄武岩。之后又经过河水侵蚀，才形成现在所见绵延7公里、高度达到80到100公尺的断崖。哇，看上面。在峡谷的四周还能看到湖穴和昌飞桥的景色，只能说在这半个小时内又要划船又要避免和别人相撞，还要拍照录影，一边又要欣赏周边的壮丽景色，真的是有够忙。欸，不要等一下让我去洗澡欸，不要让我洗澡。而真名井瀑布也被收入为日本瀑布的百选之一，并被日本政府列为名胜与天然纪念物。越是靠近瀑布下方，小船越多，知道怎么闪避也是很需要技巧的。近看真名井瀑布真的非常壮观，但因为水流很大，所以大家都不敢靠得太近，只敢把船停在瀑布对面远远的欣赏。第一次用这样在峡谷内划船的方式欣赏瀑布，真的非常特别。关于真名井瀑布还有个神话故事，传说天孙降临时这里还是缺水状态，于是神明天孙云命便将天上的水种移来此地，便形成真名井瀑布涌出的水源了。等一下我们也会到上方的观景台俯瞰整片高千岁峡与真名井瀑布。前进啊，回程的时候换我来尝试划船看看。有前进啊，你要往后动啊。我手太危险，你怎么跑到那边去了？你那只帮我招呼。你有在录吗？有啊，我很晃。你很保险。你换，我帮你控制位置。那你水要挖深一点，挖大力一点。对啊，没有。我要转弯了，结果实在有够难滑，我还是直接放弃比较快。虽然只有短短的30分钟，但在瀑布下方身临其境体验大自然的威力，和在上方远远眺望真的完全不一样。而且划船非常有趣，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过来划船，记得要事先上网预定哦。
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划了30分钟的船，消耗了大半体力。上岸之后，立马就到商店买了支冰淇淋和烤物来回血一下。高千穗峡在四季里都能欣赏到完全不同的景色。我们来的时候正值初秋，枫叶都还是绿色的。如果等到枫叶转红，或是被山樱花、杜鹃花包围的梦幻春日，肯定是美翻了。这里真的是一个让人感受到满满大自然力量的能量景点。其实一整片高千穗峡要玩起来也能花上一整天，但因为我们下午计划要前往阿苏火山，所以只能待上半天左右。如果想要慢慢玩高千穗峡的话，中午可以去吃个流水面休息一下，之后再继续逛散落在高千穗的各个景点，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接着我们从高千穗峡旁设立的大约1公里的步道走到后方的观景平台，路程大约是20分钟。在这里挤满了来自各国的游客，人潮是一波又一波。从悬崖上俯瞰，想到我们刚刚划船的时候也是被大家这样注视着，突然觉得好赤裸啊。从平台这边更能把火成岩的柱状节理看得一清二楚，害我都有一点密集恐惧症要发作了。但不得不说，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非常神奇。很庆幸最后我们是选择自驾过来，时间更加弹性，又能去到自己都很喜欢的景点。今天能够完成在高千穗峡的真名井瀑布划船的这一项心愿清单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下一集我们将会继续开车前往阿苏，这里是我在九州最意外也是最喜欢的地方，大家一定要继续锁定接下来的影片哦。好啦，喜欢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并持续追踪比猴力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咯，